我估要么就是水冷坏了，可能。A 掏，平 A 进草丛出草丛 A 进草丛出草丛 A 掏进草丛出草丛 A， 插眼了，往里吃药。A 掏。掏，吃药。来 ，A， 打爆扭接 Q 接平 A。A 打爆扭接 Q 接平 A。你不死了呀，兄弟？A W 接 Q 接平 A 接点烟接闪现，我要升三了，刺你一波走了，别去。那狗头人指定有传送，来个皮孩。我估计我水冷可能坏了，它不降温呢，但一般这玩意儿不太会坏吧，是不是？头太大了，真的也头大。等会儿啊，你调一下子，等会儿努努来了。 A 接掏接 W 流接平 A 接平 A 接平 A 接，哎呀，这人头不是我的呀。你水冷玩英雄联盟 CPU 没上过60，我这是直播，大哥，你那自己玩，我这30都用不上，懂不懂电脑？我这天，在这瞎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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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世界美味无穷。不让说话了，还怎么不让呢？让说话呀！那你说话，我不能说话，那我不得反驳你吗？60没上过，叭叭叭的。你开个直播软件，你看看，那直播软件可占 CPU 了。A 掏打板溜接平 A 火线飞走，兵有点多，插个眼儿。打板溜接平 A 接掏，接麻烦溜接掏接起飞，吃个药掏一下。 A 接麻烦溜，掏平 A， 狗头人还不走，原来是有人儿。这个抠能抠着我，我都佛了。
Q 怎么 Q 的我呢？哎，本来我在杀他了，好烦啊！绝个大吧妞！他们绝对想不到会是这样。Shut down。这把得出水银海，他们家控制有点多，尤其是这阿木木。阿巴妞，接掏。狗头鹰打人好痛哦！啊，这干啥呀？哎，他抠我有点疼啊！一个抠现在抠我那么多血，回家了。哎，我为什么学了一只抠啊？他们绝对不会看到。这把得出水银海啊！这个小光头打我们有点痛，他闪现没了，可以让努努上来帮我们赶开一波，可以，你先吃一口，然后你再那啥。狂了，这狗头人呢？无尽的饥饿，没人吗？谁的峡谷先锋啊？这里头有眼儿啊！我打他相当于刮痧，他打我一边铲就给我拍半管血。哎呀，真的好痛啊！我将划过他们的头顶。小光头疯了，把这个打了，没有眼儿。这雪球推的，那雪球推的没用啊！
回家磨钟了。我在干嘛？我在等啊。这把我估摸着呀，我们可能得给人刮痧了。我们可能要刮痧了。我们的目标是炸弹人沙米拉以及魔法猫咪。不要逃避。哎，这炸弹人有意思啊！哎呦，躲！可以。去野区看看阿木木在不在。把他红打了，来，他孤立无援，我打的还是很痛的啊。你还真敢把 Q 给用了呀！要脱落了，我们得赶紧来两层了。看能不能直接给它拆了吧，最好是能给直接给它拆没。哦，小炮有点厉害呀、啊！溜了，先来个水银海，再来个巨齿短臂，配把长剑，差15点蓝啊，差15点蓝无敌。发条也不要，我拿了。一般我们在上路基本上都是待到11级，然后呢再去其他的地方。10级的螳螂不算很厉害。阿木木来了！哎呦我操，兄弟！这咋这么多人？你干啥呀这？这干啥呀？这炸弹人啊！你俩还能有点虚区不？兄弟，我发现我得先来一个死刑宣告了。有人出重伤吗？没有，我来吧。啊，莫干辣有。起飞。
对不会看到。蜻蜓点水，打不了。我操，也打不了。不上了啊，穴位有点疼。应该有红，我们去把那阿木木红给他打了。你真像个人呢你。打吧，这不挂机，挂啥机呀？蜻蜓野呗。这狗头干啥呢？我操！蓝强不了。努努那英雄又吃又那啥的，咋跟他抢去？拉倒吧，打个河蟹，又吃又惩戒的，咋跟他抢呢？这个世界美味无穷。我们就清醒野就可以了。正好给我找个理由把野清一清。把狗头杀了。
清完野我们再去收线。嗯，对面要中推呀、啊、不中推还行。阴影之中这波打工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，正常我能拿到这个人头的，就是这沙米拉怎么回事？这么瞧不起人吗？这 ADC。我这一看你这 ADC 好歹也二杠八了，是不是？这也不长点记性。果然啊，这一只清野，我们家家对面的这等级就是高。化身成为打野螳螂。刷的蛤蟆，那能是刷完蛤蟆就完事儿了吗？我得把整个野区都给他刷一遍，来一波正方形打野。要对面的打野，我们家的打野全都无野可打。然后回家。出个收集者。一星五星。嗯。我来吧，我看你们这也推不下来呀。这小光头我把他杀了，我把你头发给你揪了。我怎么死的呀？我不应该死了呀。